刘能，我起来，你给我起来，起来！嗯，干啥呀你？干啥去了？这不是做梦呢吗？你瞧你这俩插花活干啥呀？清醒来！咋的了你？干啥呀你？睡觉呢是吧？你看我这睡姿吗？睡美人吗？搁这？叫睡觉呢吗？啊？不是困大劲儿了，就躺着就睡着了。我问你刚才干啥去了？你说是刚才啊？刚才干啥去了？啊，刚才啊，刚才我上趟厕所。上厕所去了？嗯。那我搁院喊你，你没听见呢？你还喊我了呢？我的嗓子都要喊冒烟了，你没听见呢？啊，那我能听见吗？我没在咱家上厕所。你跑谁家跑顺腿了？什么嘛，我就跑谁家跑顺腿呢？我寻思上趟厕所吧，我寻思上哪上去呢？我就琢磨，哎，对，我在咱家那苞米地上的。跑苞米地上厕所去了？我就寻思吧，哈，这多少这不也是一点肥料嘛，哈。我就想起李白那首诗了，就肥水不流外人田嘛，啊，因为这片土地是生我养我的土地，我对那片苞米地特别有感情。看那天空，哎，那空气，那给我憋我扯用不着的，太好，嗯。上完厕所干啥去了？上完厕所，嗯，上完厕所，那能干啥去？我问你呢。是啊，能干啥？告诉你能干啥去？我回家。对呀，我不也得回家吗？我不回家，我搁苞米地干啥呀？对不对？我也回家。嗯。那你咋没回来呢？是我不是上完厕所刚扭身要回家吗？就在这时候，老伴儿出事了。啥事儿？哎呀妈，出大事儿！电视里那 UFO 你看过没？那扯那用不着的。不明飞行物，在我眼前嗖这一下子。那家你猜啥玩意儿？耗子。你咋知道呢？变。不是变，确实这么大个大耗。那是耗子吗？那猪羔子。你不是你看的角度不一样，你在这面看这挺大，你看我是这么大耗，这么平。能把你吓那样，我就天生怕那玩意儿嘛，就怕那。你说我遇见耗子，我应该咋办？为民除害呀，对呗？我为民除害，我得逮住他，我就追他。我一追这耗子，他就跑，他跑我就追。哎呀妈，这耗子我太厉害！农村那苞米地那垄，咱家那是不是得有正宽？嗯，这耗子嗖一下就过去，哎呀妈，那我给你学一下啊，咱家板凳，你瞅一眼老伴啊，就那耗子离挺远，嗖一下过去，哎，我一看他过去了，我也不能让人笑话我呀，我也嗖一下过去，哎，老伴，你说这嗖。哎呀妈，那就和跨栏一模一样，那速度太快了。刘翔看着都得气死了吧？咋的呢？你比萝卜丝儿都快了，这家刷刷的。不是啥呢，我就几步就给他超过去了。超过去之后，完了那我一回头哈，一瞅他不跑了，卡拽了，可能是。我拌苞米顶上把脚给崴了。啊，那他当时没这样去追你吗？啊，追啥追？他就坐那瞅我，他瞅我，我就瞅他。我能在乎你？我越瞅我越来气。我后来我啪，一脚就给他拍那，拍死了，是不？嗯，准呗。准。好，来，来刘能来，把鞋穿上，走。我从小长这么大，我就没见过那么能跑的耗子。鞋穿上，走。不是，带我看看去。大灯，别走。大
半夜上哪去找？找不着了。找不着了是吧？对，找不着了。埋上了吧？你咋又知道了呢？是埋下了。我寻啥，老伴儿，你听我说，他咋的？他也是一条生命啊，入土为安吧。我草草的就给他安葬了。不行，嗯，挖出来去，按照规定，我给得给他火化。不是，那这请的，这找不着了，上哪找去？我告诉你，刘能，嗯，你今儿要不说实话，明儿我就给你火化了。说啥呀？我告诉你，刘能啊，嗯，我刚才我可出去了，我可啥都看着了。你是自己坦白还是等我说出来？不是啊，你都看着啥了？我啥都看着了，但我没看着你。你干啥去了？啊，没看着我哈。嗯，那就行。说吧，干啥去了？那我说啥？我说啥呀？不说是不是？有啥可说的？不说是不是？哎呀，真的没有用处呢。干啥呀你俩？说不说？我问你呢，说不说实话，刘能？说啥？你看我可给你脸了，我告诉你，黑不加加，你说不说？说没完了？说不说？不是，不怕我了是不是？别，你说不说？说不说？我说，我说行不？说干啥去？哎呀，要不咱俩没完。你这坐这，我爸哈，我确实是出去一趟。是全是原先上厕所那都瞎编的，我看着谁了？我看着谢大脚了。看着谢大脚了？嗯，跟一个男的搁那黏黏糊糊的唠嗑，但是我保证那男的绝对不是长贵。你说是真的吗？我当这么多人，我能骗你吗？别，这真的，确实真的。那男的谁？那也不好说呀。咋不好说？谁让人都听着咋整？谁听着就咱俩。我告诉你，你可别说。但是我得找个没人地方、闲人免进的地方告诉你。上哪儿去？进被窝。你咋那么多事儿呢？哎呀！